猫饭是每位猎人都向往的料理，不过好几十种猫饭，唯独这款有巨大的汉堡肉。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道充满东洋风味的猫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co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做出《魔物猎人》里面那一款比较东洋风味的猫饭。我觉得这款猫饭是最具亚洲特色的猫饭，因为我们有挂包，然后还有汉堡肉，非常的日式。其实猫饭还有好几十种，就是它因为各种节庆会推出不同风味，然后不同风格的套餐。我们 MHW 里面的猫饭差不多只做了五分之一左右。那等一下我会再详细的做这一款锅子的介绍，我们先直接开始料理 ，Go Go Go Go。终于到我们的试吃时间了，我先把最期待的先吃一下。我最期待就是这个汉堡肉，看起来很可爱。再来就是挂包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这味道一定就是 Omoi Multipan 煮出来的味道。Omoi Multipan 多用途无涂层铸铁锅台湾初登场。日文的 Omoi 除了重量的意思之外，还有信念回忆的意思，也承载着日本职人对于打造商品的信念。不仅有着铸铁热传导的优良性，更无添加化学涂层，涂油轻松保养，是可以用一辈子的铸铁锅。日本时机超过3470万，超过1700人的支持与爱用，是一款煎炒卤炸甚至连烤都适用的超神锅子。这锅子真的超级无敌好用，因为有时候烤箱上下火，还有时候下火会比较弱一点，然后这个我就可以先把肉放在锅中先加热过，然后再送进烤箱，那这样整个温度的保持就可以形成一个循环，就它上下加热是非常平均的，所以烤出来的肉厉害，超级喜欢。
而且其实我差不多五六个铸铁锅，这一款铸铁锅是我觉得至今为止，我觉得综合评分来讲最高的。我觉得它不像一般的铸铁锅，我觉得它重量差不多轻了二分之一左右。因为大家看这锅子可能会觉得很重，但其实它拿起来相对的比其他铸铁锅还轻。但它的蓄热能力啊，还有那个恒温能力都很好，这就是我喜欢的铸铁锅。重点是又不太会粘，太厉害了，这简直就是锅子中的黑科技啊！那接下来呢，我来吃个挂包好了，我也很期待这道料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太美味了，无法言喻。我很好奇，大家挂包会加香菜，因为有些人很怕香菜。可是我觉得加香菜很好吃。其实我小时候也不是那么爱香菜，但是我长大之后就觉得，香菜味道其实还不错，蛮好吃，蛮好吃，但我不会到很喜欢那种。放在汤里面那种也不错，那一种我觉得还好，超赞的，用卤的那个口感也是很软嫩。我来试试看这个牛肉，就我们刚用炒，然后后来还拿去烤箱烤了一下。超赞！早餐美食节吃这个，太爽了。我觉得牛肉啊，用铸铁锅煎，它是最好吃，就是它表层可以有点脆脆的感觉，然后里面又是很软嫩的，这就是铸铁锅的好处。而且是不是铸铁锅容易烧焦？没有有些铸铁锅蛮容易烧焦的，但这一款我刚在煮的时候完全没有粘锅，真的厉害。它清洁起来应该很方便啊。就是也不会就粘在上面的。因为我用棕榈毛稍微把上面的脏污刷一刷就好。我们的试吃环节呢已经结束了 ，Rico 呢真的非常推荐这款锅子，不管蒸炒、卤、炸、烤都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它的重量也是比一般的铸铁锅还要轻。如果你今天非常想要入手一款铸铁锅的话，我很推荐这一款。在 MacRocket 的期间限定预购，直到2023的2月26号，千万不要错过哟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帮我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也不要忘记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上面会有一些我的生活小碎片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